各位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京城大师由天天狼人冠名播出181 TOS 的手工吐司赞助播出的京城大师赛第九季奇妙派对。今天有哪些嘉宾来到现场呢？请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有请一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今天很高兴飞天小女警再次聚齐了。在狼人杀的路上，有些东西在变，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反正就是说很高兴。哎呀，我觉得很难整，有的时候呢想整活，有的时候呢想盘逻辑，很难同时到达一个巅峰，我再修炼一下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肤浅的小黑，关注一下我的 ID 啊，别的就没什么了吧，我想想没了。过。大家好，我是圈圈。那个开了开了，然后那个刚才正好有歪哥有个嘉年华啊，我替歪哥感谢一下。然后水圈不在江湖，一般人骂一般人想啊，所以听到了呼唤，咱哥就是一个大回来，前夜又是一个蹬着三轮就来了。今天我们在给那个，我想了一下，因为我经常看到那个，你说主播要不看超话也确实是很假，对不对？我们确实大家都有关注，但是我发现关注朋友们呢就是非常容易血压高，所以我今天决定送给京城大师赛观众朋友们，随机抽取观众朋友们送取一个血压仪，好吧，一会儿到我这边来领取。希望今天的局不会让大家血压太高。我是圈圈，让我们有请 AKA 超话女明星刘凡穗。现在超话女明星我是当不了了，徐姐已经霸屏了，现在超话已经没有我们其他人的名字了，我以为是徐姐的个人超话。听说了，昨天俺们没来，那个超话上热搜了。朋友们，确实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一晚上刷新了100次，看看今天耿雪儿能受到什么样的凌辱。确实有看到了宝宝，然后不能说吗？差不多了宝宝，差不多了，差不多，好吧。今天那个血压估计高不到哪儿去，那个希望今天咱们大师赛要是再上热搜，因为好事吧，别有什么骂来骂去的，行吧，就这点事儿，别的没了。然后刚刚发言啊，大家好，我是牛肉干，大家可以搜一下狼人杀牛肉干。哎，反正每天都要挑一个幸运儿嘛，都要听一个挑一个幸运儿爆破一下。今天看看是谁，然后昨天是300块的妆造，今天这个发型38，有点差距啊，有点差距，但是也还是做了。别的就没有了，好吧，今天看得开心吧，过来。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啊。就是好久不见大家了，我现在也没怎么玩啊，所以这个肯定是没有以前玩那么熟练啊。然后麦开了吗？然后五六七应该是非常 old school 的味道啊，就是很那个复古的味道啊。然后希望能起码就是，我本来想说直接想干六的，但先看看一会儿什么牌吧啊，过了。那个大家好，我是 KS。 哎，有些话不太好意思说，大家好久没见了，但你非得说你一还没开始玩呢就开始给自己找补什么，哎呀我好久没玩了什么玩，你以前也没玩的怎么地，不用有那么大的那个配置压力好不好，没关系的，你错了人家会说你是指节目效果很棒的，然后你不要给自己有那种逻辑上的压力好不好，然后那个放轻松随便玩啊，过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那个京城大师赛啊，然后也感谢那个天天狼人还有那个181吐司。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第二天，然后那个刚才我看有人就那个佩奇老板送了好多礼物，谢谢佩奇老板的那个抖音一号还有嘉年华。然后昨天那个 scenario 送了两个抖音一号，也忘感谢了，在这边也感谢一下。今天好多大家这个期待已久的我们这个京城大师赛的这个老熟人也都来了，然后希望大家今天能看得开心吧，好吧，就说这么多，我过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荣耀，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抖音荣耀 Fori， 然后五六七可能那边风格是 Old School， 我们这边八九十主打的是个 New School， 然后我代表这个 SHE， 今天先向对面的飞天小女警宣战，好不好？直接就宣战一下，然后，那个感谢一下这个琼许诺投石并留言，弟弟永远开心，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也希望今天能玩得开心，我就过了。哦，大家好，我是九号冯小彤，我的那个微博 ID 不是，我的抖音 ID 就叫冯小彤，我代表 SHE， 就是说休战，就是说休战，完全打不过，咱们是完全打不过啊！上一次咱们就是你们第一次那次来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打那个叫什么？过年那个比赛啊。自那个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偷家偷了一次，我是就是在那个潜入了你们的队伍里，这一次呢我正式加入你们的队伍啊，尤其是呢水子姐啊，尤其是水子姐，我今天保证咱们再拿骑士我肯定不戳你啊，我肯定咱这个大戳子我戳在谁身上呢？我戳这个老八身上，老八，咱把老八献祭在这个我们的队伍里面给你们投诚啊，行了，然后那个大家今天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啊，过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宝宝。然后今天我们这嘉宾应该都比较扛揍，然后我仅代表我个人，好吧？今天所有的言论只是我个人负责，就是我自己说的话我自己负责。然后呢，我对今天的比赛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猎人能够开枪，然后这是一个小小的愿望。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单边的话，不像些某些人，就是再跳一个什么盘。徐姐的什么极限逻辑，对吧？然后把锅最后甩到徐姐。我觉得徐姐今天在弹幕对线这个东西上面 ，KS 老师真的是，今天徐姐昨天都不在，自己在就在，偏要说极限逻辑是11号，然后他先把这个锅甩到11号，然后再甩到徐姐身上，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再最后说一下 ，SHE 也不没有他也行哈，我们两个就干他们三个。你要抓住干他们的机会，他们现在难得来一次，你知道吗？不干就没事了，你可以不干，我们两个干好吧？你躺赢就可以了，好吧？你躺着吧，就这样啊。不要说，就这样，然后没法弄。谢谢大家啊，别的没有什么了，过了。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11号王浩轩，然后很高兴能又来大师赛和大家一起玩，然后听说总会有人被喷，那就全来喷我吧，我喜欢喷泉、哦、啊，啊、嗯，够了，够了，谢谢了，哇塞。啊哈喽大家好，我是雪儿。那个对，就确实总会有人被喷，最近就是我老被喷，所以我今天就专门把你叫过来帮你引一波流。希望大家今天多关注一下王浩轩老师啊，他的冷笑话讲得非常好。然后就有一个要跟观众朋友们说，有时候我是真的菜，大家不要想太多，确实没有那么多别的事情。嗯，好了，没有了啊，过了过了。说好。好的，我们今天十二位嘉宾已经介绍完毕，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是玉女猎白混雪儿的板子。直播前观众朋友们想给嘉宾投石的，请关注我们的官博京城大师赛，置顶有投石的方式，可以给你场上的嘉宾投石并留言。那我们第一局老规矩，500万开启夜间视角，请大家都帮我们点点赞好吗？我们马上入夜。这样会更密封，因为这样是不密封，这样我亏得这么多，我又没亏。来这边多一个，我们传一下，传一下，传一下吧。还是亏回去。你的亏都在我们这儿，就证明你是我们的人。战斗已经开始了，是我们。玉女猎白混血儿，请各位佩戴好面具。
是否请解药。是否请服药。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请选择场上一名玩家查验身份。这是好人，这是狼人，该名玩家身份为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请当前状态为猎人，请闭眼。白痴神请睁眼，白痴神请闭眼。